嚟建出個人信貸銀行服務，得獎嘅係大新銀行。我哋請大新銀行嘅銀行產品部總經理陳主管鄧子傑先生上台代表接受。大新銀行咧就係以創新嘅思維，不斷咧推出嶄新多元化同埋靈活性高同埋極具競爭力嘅私人貸款產品，務求咧為不同客户提供合適嘅貸款方案。大新銀行好榮幸啦，獲得呢個傑出個人信貸服務大獎。我代表大新銀行向資本雜誌多謝大家，另外亦都多謝評審投我們一票，同時覺得我們亦都多謝我們客戶對我們產品認同。私人貸款業務競爭是很激烈的，要保持市場領導的地位，本行以創新的思維不斷推出嶄新的貸款服務，並致力為客戶提供多元化、靈活性高同埋極具競爭力的私人貸款產品，同埋令到更加一個快捷的貸款渠道 offer 到俾我哋客人嘅。咁我哋過往一年，我哋亦都推出一個新嘅嶄新服務，叫 EID 驗證服務。客户喺網上申請貸款，可以即時知道批入嘅貸款額。咁我哋希望嚟緊，我亦都係會繼續保持我哋嶄新嘅思維，去提供更加多嘅優惠嘅服務俾我哋客人嘅。多謝大家。各位大新銀行，唔該曬鄧先生。